Hey, Vanessa, 我是聪聪，我是晨晨。我们今天要拍的是，潘波买的史莱姆，过年哦，真的真的，我已经好久没玩史莱姆了，各位观众。我也是，各位观众。讲这个要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他还附了一个这个雪花。啊！他不把帽子，把它丢在旁边。哎，我还碰死莱姆，还要，我就是和叫一样的。好 ，OK。那我先开箱小的好了。我好废哦。我们就是废废姐妹的。好。OK。哦，我讲到这个，我就觉得我们之前好笑 ，vlog， 而且那个 v， 而且我的节目，想起来就很好笑。你还自带腮红？爸爸叫我帮他拿葱，我感觉我有自带腮红，你看，葱在哪里？过来一个。你要做史莱姆的，真好玩。好的，它包装非常的完美。这个是粘土吧？对，应该是，你可以摸摸看。这个是新粘土，已经干掉的新粘土。看一下这个外表。非常的透明，好哦，融化的史莱姆应该是没有，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拿，我来抽看看、這個、你抽下去怎样融化？融化的吗？那粘在我手上了。融化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没有融化。哦，对，没有融化，可是它好粘哦。那我把它放上去吧，要吗？你确定吗？它会变成黄油泥哦？它本来就是要给我放上去的吧？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乖乖，非常的可爱。那是拿来玩的，不是说可爱的。看这个是什么？他感觉这个有点没有，好像没有。我刚刚玩完，现在不会玩。应该是因为它太黏了，所以要加这个黏住。哇，好，觉得还有，而且它延展性挺好的。可以把它倒出来。我想把它挖出来，只是我用的好恶心。我帮你挖。我手好可怕、啊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太久没玩了。没关系，它就是一定会这样。太久没玩，我这个手。看起来真的，我可以抽抽看你的吗？等一下，你先玩你自己的。给你摸一下我的史莱姆。关系。切。你说没关系啦，海错、啊。我要脱一件衣服，好热，不是好。太黏了吧？我出去。太黏这个盒子了吧？因为我好久没玩史莱姆，会不会撞到？不会，哪里行？哟！太久没玩了，我这个手法有点怪。我摸我同学的那个超级软的史莱姆，我都不会黏在手上，只有我同学会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箱下一个吧，走。就还没戴上，你就说好了。看下一个，一个史莱姆马上变成两个史莱姆。它打开有那个味道，真的很重，而且它好水。我的不会。我的好像在搓身感受到。我的是那个蚕丝泥，好像。对，哇，很香。也太香 ！Oh my god！ 我的草莓味很重，根本拉不起来。我觉得这个很好玩，我喜欢。不想要加气死了。破你！这个破死来吗？那你给我加。对啊。我这个一拉就断。你怎么都踩雷呀？一拉就断，一拉就断。好臭，我不想玩。好了，我们加上那个。那个气死，非常的仿真。我们把它放上去。拿起过那蜡烛，还是它放在这里？开始吧。
你都还没放这个哎、欸。这个是要啊、哦、最好。那个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是史莱姆。酱油做成史莱姆，好闻吗？可以吗？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它很黏，它很黏，不要碰，不要碰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搓掉？对啊。哦，也是黑糖的味道。算了，你把它拿出来。哎、欸。你应该要把这个拿起来才对。嗯，哎呦，你应该先放在水底下。没有，它应该是这样。你这个要先拿起来，那是这样。好了，你要把这个水。不理你。撩出来、啊。对、yeah, ，这就是我们的起司。啊，你要把这个拿出来。起司当做奶茶。你看，嗯，它流出来了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紧急补救、哦，把它摧毁，暴力混合。而且它的硼砂水威力好大，硼砂水是变大了，它马上变很硬。哦，对啊，它威力很大哦。所以是它是怕你拿到那个，想知道不要加。而且它颜色还变成很丑的土黄色，绿的很漂亮，那加进来吧。呀、yeah. ，嗯，和你一起哭。这个红红的分两块，我帮你一起咬开这个绿色的粉粉，讨厌。然后呢，你摸我这一块。对啊，为什么你那一块那么软？那给你玩这一块。别呀、啊。你帮我用软。碰到我手上不好听。我再给你一。那我玩看看你。把它点对，你玩我的，我玩你的。啊，你把它混在一起了，吼！跟你玩，这不是一样东西吗？哦，对。我玩一下你的。很硬哦。超级硬的，你一定搓一下就不行了。搓一下还掉粉。嗯。好奇怪。嗯，我加那个绿色。怎么那么奇怪呢？你家狗不会吗？好奇怪啊。你家狗肉？你家狗怎么不会呢？你知道我在学谁讲话吗？谁？舒华。我是我们团队里最会讲中文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有见过吗？舒华讲。哪一集呀、啊？巧克力。中文最好的人。对对对。舒华，你家狗会讲中文吗？会啊，我家狗还会讲法语。你家狗不会吗？好奇怪、啊。怎么会那么奇怪呢？啊、真的、嗯，他们家狗真的会讲华语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韩国史莱姆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，点哦，分享按赞掉。